Hello， 你好，又系我合字班人啦。今集咧就会首先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先嘅，大家咧记唔记得喺疫情期间咧，系咪有好多来港嘅外佣都染疫咧？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。咁其实咧，佢哋一路都系有通关啦，跟住有嚟香港啦，咁啊亦都有人继续请嘅。点解会咁样讲咧？因为其实而家喺香港嘅外佣需求咧，真系日渐增加。嗱，可以话唯一一个市场咧，系不停咁样话俾你听，我需要有呢个产品，我需要有呢个工人，我需要有呢个雇佣，我好需要啊！但系点样呢？好多间公司都系话俾你听，冇妹啊，冇妹，或者系申请咗好耐都未必申请到一个妹嚟香港。咁啊，再加上而家疫情期间啦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开放咗个竹篙湾俾大家，就系摆啲外佣入去隔离完。之後再出翻市區揾翻佢哋嘅老闆啦。咁但係咧入竹篙灣呢個動作咧，首先你就要有一個好強勁嘅團隊啦，去撳掣去搶位啊。咁變咗咧，而家咧多數都係市場咧係需求大於供應嘅。咁亦都可以咁講啦，大家都知道啦啊，即係物以罕為貴啊嘛。咁一定咧就係本地嘅外佣咧，而家嗰個需求係有喺度，佢哋都知道嘅自己，但係就係講緊一樣嘢，佢哋就要求高咗啦，包括佢哋嘅薪金啦，佢哋嘅待遇啦。我哋會成日聽到好多係咩咧？我需要有自己一間房啊，同埋我唔照顧老人家啊，有 BB 唔好搞我啊。但我定薪咧底薪都要有5-6千元嘅啦。咁大家呢啲咧，而家已經變咗一個慣常嘅狀態，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。以前仲係攞緊最低工資嘅，咁但係而家咧，如果你請一個本地嘅外佣，已經做到呢樣嘢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我而家同大家講嘅一個生意咧，就係一個僱傭嘅顧問生意啊。咁亦都可以咁講啦，你作為一個中介嚟嘅啫。咁啊，最主要咧就係揾客。咁如果你話背後有冇人可以 support 你，咁我冇妹咁點啊？我又唔識做喎。OK， 咁呢個加盟項目就係一個好好嘅踏腳石俾到你啦。咁佢提供外佣俾你啦，咁啊每個月都會定期 update 好多。多唔同國籍嘅外佣啦，包括有咩咧？印尼啦、菲律賓啦、泰國啦、斯里蘭卡啦，咁仲會有啲北印嘅妹啦。咁其實你都會可以喺個 system 上高可以隨時搜尋得到嘅。跟住之後咧，就再俾翻你客户啦，咁同佢去做 interview 啦，跟住處理埋個文件，跟住交翻俾個招聘商。跟住之後咧，佢就會幫你去做一啲叫 visa 入境嘅安排噶啦。咁跟住佢仲要最緊要一樣嘢，幫你搶到個竹篙灣位啊！而家真係好難。但是总有方法去做得到。那你有没有这套方法，或者你有没有这个入场的门槛，一定要找个入场门槛。其实现在市面上除了你说真的走入去雇佣行业里面建工，跟着他还要请你，跟着还要信得过你，给你一些资源你，那其实呢你都是可以入行。但是如果你想自己做一个老板，认知晒整盘生意究竟是怎样做呢，那这个加盟项目绝对适合你。所以呢我们之后呢就会做一个叫做雇佣讲座啦。咁第一，你起码系咪要知道其实如果有人揾妹，跟住即系我哋讲嘅雇佣啦，咁喺术语嚟讲就系叫妹嘅。咁喺呢个市场上高，究竟我嘅来货价系几多钱？究竟我卖出去嘅价钱可以做到几多钱？中间我有几多钱可以赚得到？咁呢个咧就系我哋要知道嘅嘢啦。咁喺讲座入边都会有讲到嘅范围嚟嘅。咁第二样嘢咧就系、是、本身有啲咩 supporting 俾到你啦？会唔会有网站啦？会唔会有系统？可以登入到后台个版面嗰度去自己筛选，定系可以俾客户筛选？咁呢啲一一都会喺入边个加盟讲座入边都会做得到噶啦。咁啊，跟住之后最简单一样嘢，除咗话帮啲客户招聘外佣之外，咁其实呢个行业仲有冇啲咩赚钱嘅地方咧？咁其实都真系包罗万有喎。包括呢個僱傭保啦，咁另外佢哋翻屋企嗰陣時啊，即係可能過節啊，逢年過節佢哋要翻去印尼啊、菲律賓嗰陣時都要買機票噶嘛，咁啊仲會有旅行社嘅機票錢啦，跟住之後仲會有驗身錢啦，咁啊仲有啲咩咧？咁啊當然啦，就係做啲合約嘅嘢啦，包括原約、續約、斷約，咁呢啲咧都係僱傭公司可以賺到嘅錢嚟嘅。咁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嘅情況咧，記得可以喺下邊 click 翻條 link 啦，加入我哋個講座嗰度啦，咁啊免費嘅，咁啊最主要話俾你聽啊點樣去做呢門生意啦，咁你有興趣嘅咪再了解咯，咁啊
今集嘅時間去到呢度啦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嘅生意資訊啦，咁又或者加盟項目嘅話咧，記得打翻電話去92932932嗰邊啦，932同事就會全盤同你講解噶啦。OK， 咁啊，今集時間去到呢度，同大家講聲拜拜先，拜拜。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，記得撳埋個鈴鈴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條藏金地圖嘅影片，仲唔快啲行動？如果大家有咩问题，欢迎留言。我哋每个星期都有唔同类型嘅生意加盟讲座，请 click 下面条 link 报名。